天能把人吊门卖身，你看这天凉还热闹。哎呀，他不是觉得他那啥呀，卖车花不少钱，给他添点儿是点儿，出点力。你咋没跟我说呀？跟我说了，我也不叫你添。我不是怕你不高兴。我有啥不高兴的呀？从那以后，那俩抬老杠，你给他天天拉，他更不能说他自己卖身。小雷不是那样的人儿，你爸抬杠不抬杠啊？你说那有啥良心吗？到时候他总得说你一把，给他买给他添钱。哎呀，这都想得远了嘛。想远啥？啥都是想的。不能还没开始过来就光想着分了。多挣个几样的呀。嗯。这儿总得多挣个几样的。这是变化大不了，媳妇儿谁不知道嘛也不问，啥都想得了。俺是那小雷，你看没咋吵过架，咋的？你吵过架？基本上不吵架。这人变心变得快的嘞。我太了解他了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咱给他妈两个钱，到时候他父母给他自己买的车，反正还是分一样。是。到时候看家人在身，那连有点啥事儿咋了？在身没你这事儿，这咱给他拿着钱嘞，刚给他摊钱嘞，最起码的有啥事儿他都在分担。我是咋想的不？我是觉得呀，都领到结婚证了，都是一家人了，都不分啥你的我的了，能给他出一份礼都出一份礼，出一份礼中，这份礼咱到时候。有啥事儿能再有花钱，我给你添点钱嘞。媳妇儿谁知道哪一步嘞？咱也不知道他爹娘是啥样的人。到时候恁俩吵架、闹生气的时候，闹气的时候，最起码嘞，我给你添点呐，你得分我钱，谁嘛车来给我，你得分我一半。买了这车，俺俩都能开。我也能学学，我也能开呀。都能开。到时候俺工作室的也用上了。嗯。这都啥？你得想着点。嗯。以后有啥事儿，恁俩好好的弄，不好了，等我分手，就得先分担一半。知道了。咱不能吃大亏。中。吃亏的事儿不干的。中。多挣个钱，你得没闲的，是不？都是有气的，这个设的空的，炸油条不丢了，真行。吃完了，你睡觉去吧，哥。中，中。睡得着，没啥事儿，没什么事儿。你现在别想那么多，跟那小雷好好的，都别往那坏处想，是不？日子都是越过越好，事儿不能说越过越闹哎。日子都得啥节都得整的，嗯，哪好节都得整的。你不能光整好学校了，不能有啥事儿，出现啥事儿了，你都后悔来不及了，没啥事儿不行，好好的咋的都不行。走吧走吧，睡觉去吧，不走了，时间，时间还早起来，时间。